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频道赛事直播，我是杨爽，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第34届同理杯中国天元赛挑战赛决定赛的一盘棋。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黄一中七段。杨爽你好，各位棋友大家下午好。一中下午好。那这届的同理杯中国天元赛应该是最后两位选手呢，杨鼎新和李轩豪进入到了这个挑战赛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这两位也是非常年轻的，杨鼎新是98年出生的，这一年状态也非常好。去年的比赛成绩非常好。对，2019年他3月份拿到了自己第一个世界冠军 LG 杯世界棋王赛的冠军。然后呢，后来三星杯又进入了决赛，最后遗憾的输给唐伟昕。在最近的龙星杯中呢，他又7连胜，所以说呢，我感觉上杨鼎新啊，是我们现在势头正旺，势头乃至世界棋坛可能是状态最佳的棋手。对，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赛场的画面，对，左边的是杨鼎新，大家都非常熟悉。目前也是我们国家最年轻的世界冠军，最年轻的九段了。对，这个是李轩豪也是帅哥哈。对，他是重庆的重庆籍棋手，他们俩都在重庆队效力，也是队友。应该说是重庆队两个队友之间的这个决赛了哈。李轩豪呢，之前的最好成绩呢也拿进过世界四强，世界比赛四强。在国内的个人赛比赛中拿过冠军。对，也希望他能够这盘棋哈，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其实也很残酷哈，这个挑战赛的决赛只有一盘棋决定胜负。是的，争夺挑战赛这个。对。那比赛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李轩豪现在应该是直播的现场。李轩豪也是95年出生的棋手。一中也曾经是这个天元赛的这个头衔。是的，头衔保持者。在18年前，我有幸呢获得过这个比赛的冠军。是吗？18年前，幸运的获得冠军。当时是向谁挑战的？当时我是向常浩九段挑战的。当时是。是在挑战赛当中。对，在挑战赛里面2-0是获胜了。对，好厉害。然后随后就输给第二年输给古力了。是吗？我们这个天元赛一共是举办了33届，好像目前只有8名这个冠军是吗？是的，产生。这个比赛呢是1987年2月份的时候由中国棋院跟新民晚报主办的。那应该是最早的我们国家最早的这种历史最优秀的新闻棋赛挑战队的赛制。目前来说呢只有3个我们国内。三个这个这种目前我们国家现在只有3个头衔战。对，就是挑战制的、是棋圣战，还有这个天元还有一个名人那奖金最高的应该是棋圣战。对，棋圣战。对，大概有80万吧，冠军。那这个天元赛呢，今年应该说非常好，就是听说是增加了这个奖金。对，也大幅提高了奖金，冠军现在是40万，亚军还是25万吧。那还有第三个这个名人战哈。对，同样也是这个比较传统的赛事了。我们现在这个是挑战赛，那今天获胜的人呢将会向这个目前这个头衔保持者是连笑九段哈。连笑已经是三连冠了。那最多拿的这个冠军头衔最多的是陈耀烨吧，应该是陈耀烨。好像是8次。8次，哇，好多。那这个比赛其实这种赛制来说呢还是有利于这个对保持者头衔保持者。但是呢头衔保持者呢，所以每次都特别的重视这个比赛，因为他拿了冠军以后下一次呢还能等在这个最高处等着下面的棋手来挑战。那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棋局。双方应该是提前就是在对局前拆迁的。是的。那杨鼎新是执黑。李轩豪是白棋。杨鼎新一上来就又点33了。对，这个是他们
都是模仿，基本上现在都是模仿 AI 的。嗯 ，AI 肯定觉得这个是最优的下法。嗯，我看了一下他那杨鼎新在前天的这个半决赛当中，似乎也是采用的这样的布局，直接就点三三是吧？对，他也是黑棋，然后一上来也是双方走成了这样的局面，然后白棋，粘三三，对。但上一盘棋杨鼎新应该是下的是小目啊，这盘棋是变换了。啊，走了一个两个二连星，这个争夺也非常激烈。这个比赛，我记得这就是前天的半决赛，两盘棋都是半目获胜的，是吗？对，哦、杨鼎新跟李轩豪都是黑棋半目获胜啊，两个人都很幸运。对对对，边角这是对，有角必点的。现在，尤其对他们这样年轻棋手来说，平时研究 AI 非常多的棋手来说，一说到这个半目，一中赛在你拿这个冠军头衔的时候，是的，在那一年我确实是第一，那一年刚刚改革成七目半的大天目，对，我非常幸运。02年，对，02年，我非常幸运，在那个比赛就是争夺挑战赛的五轮比赛里面呢，有两次半目胜。就是02年，我们国家是由原来的黑棋贴二又四分之三子改到了贴三又四分之三子啊。那你应该是当时这个灰色的受益者，你赢的三盘棋全部都是白棋是吗？对，当时有两盘赢的是半目，对，是白棋，都是好，我们看现在。其实最近长也挺流行的，对对，现在杨鼎新飞一个，就是说要考验一下李轩豪。那如果白棋顶的话，对，顶一个是最简明的下法，最简单的，毫无疑问。但是呢，这样的话呢，显然杨鼎新就觉得自己能飞，跟这个长跟这样定型比呢，杨鼎新呢觉得这个尖跟这个挤呢，他还是觉得稍微便宜一点。所以呢，他就希望李轩豪呢，这样如果稳健的话呢，顶的话呢，是希望杨鼎新希望看见的。但是白棋实战选择先拖，那就是勇敢的迎接这个挑战了。这个拖是不是以前被称为是米氏飞刀？对，米玉婷最开始下的很多，所以呢，他那时候呢也靠这个定式呢，取得了不少棋局的那个优势。对，这个米氏米玉婷也是我们国家目前这个名人战头衔的拥有者哈。所以呢，后来其实这个变化大家也日益的研究越来越深了。李轩豪呢，其实在国家队里面呢，我觉得他也是非常用功的一个棋手啊。我平时觉得他尤其是在 AI 上也是用 AI 也是最多的棋手，研究比较深。对，所以他显然是也不怕哈，也不怕，他肯定是平时用这个我们国家围棋队这个决议的软件研究了很多这样这个拖的变化。对，那好，杨鼎新，那既然因为这个棋呢一拖的话呢，好像作为黑棋来说呢，也有一种无法退缩的感觉了，是不是也可以脱先呢？如果说脱先的话，那白棋就要从这边搬出来了，搬出来作战了。这个作战呢被搬出来的话呢，白棋还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相对来说这个棋脱先呢，这个两个子呢，白棋将来也有这种打出来的下法，爬，对，相比这个变化呢，刚才这个这个变化，刚才这个搬起来跟这个三个子跟两个子相比呢，这个两个子搬出来呢，白棋作战呢要严厉的多，白棋这样作战是明显有利。所以说这个被白棋拖的时候呢，这个黑棋是一般是不会轻易脱先的，很少脱先。对，但是你不脱先呢，你又势必有可能下成顶或者单长这样的变化。那样的话呢，就要这样黑棋落后手了。就是如果是脱了以后，白棋黑棋如果硬的话，单长是吗？对，单长白棋就顶了爬了。然后黑棋还要必须要对对，那样这样白棋就占别的大场了。这样的话呢，是白棋比较满意的变化。所以说呢，一般来说呢，既然杨鼎新敢飞这个呢，他肯定是你拖的时候，他一般是要搬下来的，不然的话呢，他就有可能稍亏。对，那应该说两个人对这个拖了顶的变化都很熟悉，所以都不必会走这个这样的复杂的变化了。那实战呢，他就是直接搬了，然后白棋顶，
这个时候黑棋就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你如果那个挡的话，那被吃掉的话就明显亏了。嗯，当然在特殊情况下这样下也是可以的，在白棋这个特别白棋将来这边特别重复的时候，嗯、我就这样让你吃掉这个子，然后抢到这个班。就是这一代白棋子力多，对就显得这个外边拔花就效率不是很高。比如说这有好几个子的时候，对。那这样的话黑棋就完全可以这样下，然后将来抢到这个班的前手，让白棋这边变得重复。实战这个白棋顶的时候黑棋是比较长出来了，这样就形成非常复杂的大型变化了。显然是因为杨鼎新呢，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个棋星啊，他是他第一次拿冠军的时候第二盘棋跟十月 LG 杯的决赛里面、第二盘棋他就是黑棋是这么下的，就是下出了这个对对对，显然他对这个变化是深有研究、所以不怕，两个人都不怕。然后断在下边、这都几乎是必然的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必然的招数。先一个也是手筋，局部的手筋。这也是长，也是没有办法。然后黑棋压，黑棋压。这时候白棋，应该也只有这样白棋没有办法了。你如果、你要不长的话，被这一虎的话，这个就是作战明显是这样的话，作战明显是白黑棋有利，你只能接这个，我虎，你走这个，我搬接住，那我可以。现在可以直接跳出来了黑棋，这样呢白棋呢很难把这个黑棋的气紧住，因为你如果靠的话，我一接的话呢，你必须得顶住这个气才能跟我有的杀，如果藏这个的话呢，这棋给我一点，对这个气还白棋不够了。所以呢这个棋呢藏显然是不如实战这个扳紧凑。这个扳的目的呢，它就是你搬的时候它可以它可以虎到这个地方。这个搬也没有。这个没有。就是这将来虎的时候呢，这样接虎。接搬。这跟刚才比呢，刚才那个子是在这的。黑棋可以跳，现在的白棋虎在这，这个对杀的时候呢，对这个棋有利多了。其实呢白棋搬的时候呢，就下成这个棋呢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棋形啊。大致呢现在双方也就是之后呢黑棋大概是拖一个。黑棋拖的时候白棋这个没有这个挖进去的。挖因为被我一打你现在是比较难办，你现在只能是接住吧，因为你打我一提我都已经活了。你接住的话，你这个棋形气非常紧，我这一搬起来的话这太难受了。对，这白棋非常难办。对，所以这个挖是不成立的。就只能是外面搬了，搬外面。然后黑棋接，这是一个就是说比较复杂的变化吧，这里面对白棋还得对正常情况下白棋是要连搬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正常如果是补这个段的话呢，黑棋呢他现在不会来杀你了，因为你没有搬到这家，那黑棋有可能要打这个接住，然后我在这边虎一个，虎一个呢，你现在势必的话白棋现在得做这个眼了，因为你在这边走的话呢，这被我一点，即便是走成双活的话呢，这个白棋黑棋这个外势太厚了，而且这里面本身杀气呢点进来也是黑棋有利，所以呢这个棋形呢白棋要想杀黑棋呢就只能做眼。但是呢这个棋呢被黑棋照过来的话呢，黑棋跟外边杀气了，对，黑棋现在变成跟这棋串杀了。这个棋形呢，即便是白棋把这个黑棋杀掉，如果被黑棋筑成了特别厚的外势，这白棋可能也会不便宜，甚至是落后。所以大家这时候黑棋脱粘的时候呢，白棋是不能直接虎的，所以呢一般来说白棋是要搬这个的。上边那个左眼还没有。搬成这样的时候呢，那黑棋作为黑棋来一方来说，那就显然是不愿意直接硬了，因为你再硬的话呢，他这个先手便宜了。我们看，白棋如果再虎的话呢，
对，打。首先你榛子还不利，现在它这两个交换以后呢，那这个你只能长了，只能长了，这个黑棋跟刚才那个打了虎比那就差多了。嗯，棋形显然没有刚才的对结实啊。对，那我即便我现在很有可能就从这边下棋了。这个里面本身可能是，你看看啊，如果走白棋要下力，应该是一个双活可能。挡住。接住。白棋要搬。然后黑棋正当收气。白棋扑，这个扑是一个要点，因为你走在这的话，大家收气的话，被黑棋接在这个要点的话呢，这个白棋气就不够了。一趴对吧，左直接收气就是三气对两气。所以这个地方呢，作为白棋方呢，一定要扑这个进去。扑黑棋没有办法，你如果提的话呢，被我这打了一趴，反而是这个黑棋气不够了，因为你要收这个攻气，被我一打。所以扑的时候只能接白棋趴。黑棋打，那这样势必呢就形成一个双活了。对，那外边白棋先动手。对，但是这个地方我气有点紧，我可能，所以我当初呢这个手棋有可能是拆在下面，拆一，因为将来这个地方黑棋收棋要杀白棋的时候呢，白棋要填进来，这里面气是紧的。所以我们看这个棋，可能我当初可能还是拆在这个地方好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势必还得再多画一手棋。就这样的话呢，如果该白棋先动手，因为黑棋这个形状呢并不是很完整，将来我不管贴出来呢，所以说这个棋如果搬的时候如果长，这样的话呢白棋是比较有利的。那搬的时候黑棋不长是，那黑棋就只能直接来点了，来点杀。对对，因为你这时候作为白棋来说还没有这个虎的话呢，那这个就差多了，直接杀白棋，如果直接杀的话呢，那这外面这一段这就就是里边白棋是死的吗？对，而且这里面有个不如气，有个不如气。对对对，我如果正常再收气的话呢，刚才那个有个虎直接就收进去了，现在你这个团，这个地方不如气了。对，白棋不入气，那应该是白棋不够气。对对对，白棋气就不够了。对，但白棋外边可以拔花是吧？对，是可以拔花，但是拔花呢显然没有角大是吧？对，而且一般来说这个棋呢它不是拔花的，它好像都是单虎的，这个棋就是白棋来说都是单虎的。白棋这个时候单虎。不是，黑棋脱了粘，白棋搬，黑棋点，白棋单虎的。对，单虎呢，然后白棋把这个，对，黑棋把这个，现在黑棋先走，黑棋应该是气长一棋。一般来说呢是形成这样的棋，然后现在有可能黑棋再打拔了。白棋再，因为你直接打拔的话，有可能被黑棋断一下，黑棋这个先手便宜，断的时候你只能长嘛，然后我再收棋。这样的话呢，我断着这一下，因为你这不入气的关系呢，我已经把你这个把这一块棋吃掉了。但是断之后呢还留下了余味，跟白棋同样的是，同样刚才虎丸打拔是手速是一样的话呢，被断着一下呢，明显是这个白棋没有刚才那么厚。确实这里边的变化对非常多，而且甚至还有单打这个，这里面变化非常多。所以呢，如果要都讲到要形成一个专题了。对对对，太多了，这里边的变化。所以这时候搬的时候呢，杨鼎新呢这时候呢可能是他，我觉得从他对局心理上来说呢，他可能是怕李轩豪这里面有什么研究。对，所以他没有敢搬，他实在呢选择了一个最简明的这个接住。对，就接住了。接的话呢，白棋接的话白棋没有办法了，直接吃这三个，因为你再虎的话你这个接变先手，那被我一虎你这个明显气杀不过了。对，就白棋接已经变成后手了。 对，所以白棋这立要立一个。棋断。这猴也是必然的，因为你这打了接住并不便宜，虽然你可能还是能把这几个子吃掉呢，但是这黑棋外面就变得更厚了。
你肯定要靠这个扳扳的这种，是。但是呢，这样的话呢，黑棋就变得更厚了。是，这外边的这个后卫将来的发挥是无限量的。对，所以这个俩打吃了鸡并不便宜，虽然也能吃掉这三个子。对，所以我们是刚开始的时候尽量的不要让对手啊形成太厚的这样的局面。那实战呢是白黑棋弃掉了三个子。对，这都是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变化。这个接之后打白棋长，继续长，然后黑棋是飞一个，飞呢他就觉得这个冲断不是很怕，如果单压的话呢他觉得太还是要长，对，被白棋这样长一个他可能觉得不便宜，所以说他觉得飞一个步调更快一点。然后白棋是选择了飞一个。这个暂时黑棋是不，对，他显然是不怕这个冲断。如果冲断的话，他应该是打了，是不是从这边点过来了？直接就上边的黑棋就比较危险了。所以实战呢，黑棋还是在上边先拆了一下，这也是正招吧，补一个。先把上边的几颗子安定了。这个低的呢就看情况了，因为这个地方是白子，如果这个地方是黑子的话呢，黑棋很有心情就是走高一位，但现在是白子呢，走高一位的话呢，将来被逼过来呢自己还不太安定。被逼在这这里边还是需要补棋的。 对，将来还是有这种点的保卫。所以但是这个棋如果是黑棋的话呢，黑棋就很有心情走在高位，效率将来围控的话呢效率会更高一些。对，这个星期是要看周围的配合。所以他走的低位就是对自己做活呢更加的坚固一点，这个做活起来。那白棋李玄豪是压在上边。黑棋跳一个是也是比较轻灵。对，因为长一个这棋形就太笨重了，长被我将来被冲，你这个棋很难受。你挡一个这个是个鱼形了。对，所以跳一个呢就是棋形比较灵活。那这个时候白棋就简单的拐，还是补这个冲断了。对，他还是有点担心这个冲断。然后黑棋推了一个稳健的推了，这样黑棋的形状看起来也是挺完整的。其实就是说这个李玄豪呢压了再拐呢，实际上跟这个单贴呢，不知道，也许单贴一个可能更好一点。单贴黑棋，对，他肯定是单，他担心，他应该是担心白棋压过来。但是即便这样的话呢，黑棋长的话呢，这还是有对对，可能白棋呢，黑棋将来还是要找个机会退回来。就说这几手棋的交换啊，他可能得相当于这样。就是拐到了。对，李玄豪呢可能是单贴的话呢，肯定是担心白棋一直就黑棋一直推过来。所以他要压，要争这个头。先压，然后再拐。这个时候黑棋就退回来。退呢其实这时候也有可以脱先的选择。其实在这边守一个也是非常大的，守个角，就是把这个子看清了。对，你如果打的话呢，我就跳住。因为你这个棋形呢，你要冲断我呢，你自身将来是有问题的，这地方有个将来有个打断。所以呢，黑棋并不一定很怕这个地方，我可以打了跳一个，单跳一个。这样就是。把这个抢占还是对，这手棋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被白棋挂进来了，这个空呢就很难撑特别大。这个角地也非常大，所以脱先也是一种下法。在补的时候呢也有很多补法，比如说我现在跳在这地方也是对这边照顾一点，也是可以的，也是可行的。当然这个是比较厚重的一个下法，这个长。
杨鼎新他的棋风也是比较厚，对对对，比较厚重。杨鼎新呢，在年轻一代棋手里面，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我觉得是棋风不是那么好杀的棋风，他的棋比较厚，擅长于后发制人，他不像柯洁那么犀利啊，棋风或者是更多年轻棋手那么战斗力那么强，谢柯什么，他的棋呢还是比较有特点的，还是比较有大局的吧。偏重于稳健型，对对对，判断比较好，就是比较下的比较厚的棋。嗯，他也算是成名比较早的。对，杨鼎新呢，好像14岁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全国冠军。哦，当时呢，我记得他在少年队里面，和那时候柯洁跟他的相比，成绩差太多了。他，我记得他16岁之前就拿过3个全国冠军，杯赛的，还有长崎杯啊，还有李光杯。就是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因为2008年有一届这个个人赛是在东北，在沈阳举行的，然后当时他10岁就他爸爸带着他就去参加这个全国个人赛，当时应该是个人赛都是代表着各地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些职业的在参加，然后他可以下，就证明他当时的棋力已经很入段也非常早，对对，他应该也是在排得上号的吧，就是入段年龄最小的，他跟柯洁应该入段都非常小。我们看棋局，这个棋一晃到现在已经这个21岁了，对，21岁。这个时候白棋是在这个地方远远的瞄着，它的作用就是瞄着这个段。这个棋呢也是黑棋这个棋形的一个弱点之一啊，是大家记住走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如果点什么就太直接了，对，如果你点的话呢，相比如果能下成这样的话呢，那明显这个子放在这要好多了，所以呢这个在这一路这个地方远远的瞄着这个段呢，是这个黑棋棋形的一个让黑棋难受的一个地方。对，那黑棋没有马上的去补这个段，对，黑棋是先逼了一下，逼住。逼住呢的意思呢，也是间接的防这个段。哦，那现在白棋这个段是不成立了吗？现在你如果再断的话呢，那我先交换一个，打住，然后再二路一跳。这样你对，因为它有这个接应以后呢，你这个段就变得不严厉了。你不管是压还是走哪，长还好。我就是爬过，直接爬过这个指的就是，对，非常的好的一个位置。就是他压的时候也是打一下，然后对，压的时候我也可以打了爬过。对，所以这个 B 呢是间接的防这个段。但是呢，这手棋呢到底是直接补好还是直接 B 在这好？因为 B 在这的话呢，这个因为有这个段的关系呢，这里面生出了很多利用，比如说我这个尖啊、这个立啊都有先手味道，包括这些顶啊，所以实战呢，白棋是这边又打入了一。对，实际上这手棋呢也是为这个段做一些文章，为这些先手对这个地方的借用做一些文章。就是下边什么拖呀之类的。对，我们看如果黑棋呢，如果想比较强硬的下法呢，比如说想守住脚啊，想把脚守住啊，那的话呢，这被一拖的话呢，就非常麻烦了。对，白棋这边的借用太多了。你看，我如果从这边搬的话。那我一断，如果吃的话，那我现在可以拐吃这个。这样这个断和这边的手段对，跟这个几吃就见合了。你如果补这边的话呢，你补这边的话呢，那我这个断就成立了。对。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它这个打入呢是声东击西。你如果搬这边的话呢，那同样我也是可以断。那这个段你因为你现在跳的话呢，我这个长变成先手了。这个退变，对对对，你这个段无法承受被我断掉的话，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被黑，如果你硬脚的话呢，被白棋拖，黑棋就很难下。杨鼎新这个地方不会犯错，所以他马上就把这个白棋的借用补掉了。顶了一个，对，顶一个呢也是不得已之举吧，杨鼎新可能从正常来说肯定是不想下这步顶的。但是补是不是也没有太好的，对对对，顶应该从单纯从补这个防这个黑白棋这些二路先手的角度来说，顶肯定是最好的。
如果直接这样互补呢？啊，那互补那就差多了。互补那样将来还是有这些托的利用啊，那什么靠上面靠的利用，嗯，那明显这个借用就会少很多。嗯、还是顶一个更好。它顶的原理其实就很简单，你如果再断的话呢，我就一拐吃，嗯，一逃，那我可以从下面拐吃了，对吧？对，直接上面盖住了。对，嗯，我可以从这样顶在这个地方，把你气紧住。对对，这就是它顶这个防这个断的原理。嗯。就是顶了，然后白棋下立、嗯、白立、嗯、这个地方呢就其实双方就围绕这个段开始斗智斗勇了、嗯、啊，他先挡过了这个地方，对，先挡了，然后交换了一手、嗯、这个挡的目的也是防止，对，这个地方又不能装气，对对对，你如果不挡的话呢，将来你不走的话、嗯、那我就直接就拐过了，对，你如果不把这个地方交换掉的话，不挡的话、嗯、因为你挡完了拐我就变成打吃了，对对、嗯，然后，哦，挡了白棋打吃，然后、啊、对白棋立，白棋立、嗯，这个时候黑棋搬，嗯，黑棋搬，啊、哦、白白棋断，白棋断，实际上因为搬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搬是先手，搬的话呢黑棋不能再硬了，嗯，黑棋只能接这个，因为你再硬被白棋断，这个棋就不够了，嗯，所以呢他看着这个搬先手的话呢，所以他就单断在这，他相当于叫着吃这个地方。对，也是看黑棋的硬法，对，你对试你一下硬手，你如果在这走的话呢、嗯、那这边又多了很多利用，这什么顶啊，这都是先手，将来这些压急了的时候都可能直接贴断都有可能活这块，哦，嗯，那实战黑棋是选择跳在这儿了，跳一个这手棋呢、嗯、可能是就是打的时候他就对对对，他就看着你这个、这个、他就看着你这个打已经是先手了，你打的时候呢他说我跳在这个地方，我要一起把你全吃掉，对，把白棋封在里面，我不藏这个了，我要从外面吃，嗯，但是这个跳呢从结果来看呢可能还不如拐一个，哦，你拐的话同样的话你还是走这样走，嗯，你再走的话呢我就一藏，嗯，这样白棋也很难跑掉这个几个字，但是呢这个拐呢相比这个跳呢就更加的厚实一点，哦，嗯，那这个时候，嗯，因为跳好像这一代白棋就有先手、嗯、对对对，那将来因为跳的话呢就像将来有可能呢就白棋有可能打完以后有可能冲这个冲你打，嗯，对，棋这样黑棋得接下面，这下面它有可能断这个了、嗯嗯、哦，就是、嗯、这样就生出来很多味道、嗯、相比这个拐吃没有拐吃那么厚实，嗯，但其实呢白棋呢他从这边动脑筋呢也是一个办法，但是他如果其实直接点脚呢白棋转身呢也是可行的，我们不就白棋不利这个，哦，顶的时候转身， 嗯， 嗯，转身呢其实他只能挡在这边了， 嗯， 嗯，挡的时候呢这时候呢爬吗，嗯，反正现在这个局面呢爬不一定好、哦、依照我们以前的定式啊是长的、嗯、然后搬粘这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定式，但是这样下的话呢白棋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呢碰到这个棋形这边黑棋有很多空的时候呢，嗯，所以黑棋这个长呢有时候可以一般来说选择这个二路搬、哦、这样的多些实地肯定会更好，嗯，然后这样，嗯，然后白棋跳一个白棋尖，嗯，然后黑棋飞，这样的话呢黑棋的选择呢这个搬粘在二路呢比刚才那样的话呢被白棋搬粘肯定会更好，在这个局面下因为这边要围控的话，嗯，因为这个黑棋搬粘跟白棋搬粘这个目就差很多了、嗯、白棋差了一二三四五六，黑棋差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目，差了十多目一来一去，嗯，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呢黑棋呢是搬粘，嗯，要比长好，哦，那这样的变化、嗯、如果走成这样的变化是双方都可以满意吗？对，这样下的话呢如果李全豪选择转身的话这样局势应该还是很漫长的，嗯，还有啊，所以说呢就引申出一个白棋来说，这时候黑棋挡的时候呢、嗯、可能白棋在这个局面下呢、哦、这个时候可能应该搬这个搬、嗯、哦、嗯，那这个时候黑棋挡住黑棋边要挡下来、嗯、然后我虎打一下吗？对，要打、然后粘住，然后白棋再跳过来，嗯，就是为了争夺这个局部的这几目棋啊，
可能这个现在这个搬一个可能会比这个爬可能更好一些，在这个局面下。哦，有些像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样，有时候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个字挂脚，有挂脚以后点脚的这个变化。嗯，因为我们今天也就讲一盘棋，所以我们对是慢慢的可以讲这个。时间比较充裕。那这样的这个黑棋这边呢，是不是就稍显得重复一些？感觉这个是不是比实战的选择会好一些？这样，怎么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另外一个格局了，就是比较平稳的进行的一个格局。这样如果点脚的话，实战的李轩豪呢，选择在这地方动脑筋呢，他肯定是一定要寻找对寻找头绪了，那实战呢，他是搬。然后断跳，这个时候对，这时候李轩豪呢，因为发现这个跳呢可以，可能是可能有借用，对，有借用，所以他这个下了一个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手棋。对，如果黑棋跟着硬的话，是不是就像刚才？对，你硬的话，你肯定可能爬，就算你爬一个更紧张，那我可能现在我多了这个飞以后呢，那我真的要打出来了，打出来然后冲，接住然后冲，我们看。踢掉，白棋踢掉，黑棋粘住，白棋断。哦，这样，这个一断，黑棋要打，感觉黑棋的气，这四个子的气就有点紧了。对，你如果想要防住这个地方的话，你肯定要打这个。那我接住，你多了这个子就完全不一样，你肯定想冲嘛。但是呢，我这个跳。很难办，跳的话呢，因为你在这边补棋的话呢，这边我一冲你可能要出问题了。对，这一冲就感觉对，冲完一粒这就出事了，这个黑棋的气太紧了。对，所以这个、如果补下边那你只能补这个。对，但你补的话呢，这个局部被我一靠啊，这个就非常难办了。这个手筋啊，那我搬一搬，那我一长，我只好粘，那我一断，那这边的这块棋就要出问题了。感觉黑棋已经难两全了。所以说这个飞呢，它就是瞄着这个要打完冲断了。这里面的变化也非常多，比如说我打完呢，有可能单拐。单拐同样的道理，这个地方注意啊，这个棋形经常这一靠是一个手筋啊。这一靠白棋也很难办。我们如果直线性的事，大家可能想一想，会不会直接搬这个杀气，那我就断。对，再长，打出来，再打一下，亏。这个长，这时候大家看啊，大家一定要不要下熟手啊，这地方是要单挖的。哦，你如果下了这个熟手去打吃一下，这里面气就对杀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就打吃掉，然后这一靠，这样杀气呢，明显你要团我就立。这黑棋有眼了。对，黑棋有眼，白棋没有眼。这一挖，我一叫吃，你收气，我从后面一打。这个白棋不够气。这白棋就不够了，这就对这地方有眼杀无眼。对。所以如果是。下出这个熟手，所以这个中盘真的是非常关键啊。对，你如果一步棋下说的话，那真是满盘皆输。所以这时候对白棋，大家一定要单挖、单挖呢，大家看，如果你还是同样是走这个的话，那就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啊。我们一团。对。那我现在这地方我不叫吃这个了，我扑在这个地方经历了气。扑的几气好手。扑你只能提，我叫吃，你接住。那这样我再一挖，因为这样的话呢，让黑棋少了一口空气。对。下成这个结果的话呢，这就这样变成黑棋慢一气了。大家算一下就知道，你挡我一打，然后一叫，所以这个熟手是一定不能下的。我相信从李轩豪呢，从这步飞开始呢，这些变化他应该有些双方都因为这盘棋我看我们开始讲的时候下的很少啊，对，下的很慢，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李轩豪应该花了很多时间。对，双方投入大量的时间了。所以说呢，这个变化呢，我觉得他应该大致能算到。
所以实战呢，这个白棋飞的时候啊，黑棋就没有敢硬住，脚上硬了。黑棋这个时候就老老实实的把这个接住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看出来当初这个跳啊，杨鼎新啊，明显是不如这个拐吃在这好。好，现在导致了这个跳的时候呢，被吕先豪一飞的时候他不敢硬了，那这一下就很局面就被白棋打开了。实际上因为他只能很委屈的接在这嘛，那这个被白棋挡下来了。对对，这被挡下来。显然，那这脚上等于白棋这三颗子都利用上了。那白棋这样的一个定型，就比刚才点脚又好一些了。这样黑棋只能委屈在脚里边做活。而且另外呢，白棋这时候挡呢，其实还有一种别的下法。拖在这个地方。拖在这儿。拖在这。这个冲出来。对。白棋黑棋冲出来，那我就搬往脚上转了。他有没有可能断在这儿？断这个局部并不怕，我就打。我就打了你的力，我就打了一挡。我甚至打了接都可以。这个，因为我这有个子，这个明显是黑棋不行。那他对他就只能拐了，我接住。拐。那我再接一个，这样转到脚上去，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下法。白棋，这个上面还要联络。对，将来还没有要过。对，所以这个拖呢也是一个不错的下法，也是因为你如果搬里面的话呢，那我这样再这样挡住的话呢，那明显就比实战那样单挡被黑棋立要好一些，这个断点就不存在了。这个冲断，也是向大家推荐这一拖的下法。当实战李轩豪可能觉得这个棋呢已经能够下成这样已经很满意了。黑棋还是要活脚。应该说下到这个局面呢，应该李轩豪，我觉得白棋如果处理好的话呢，应该是白棋这个布局可能会有利，就是。那白棋现在是防断。对，这手棋呢，好像下的不够紧凑，可能应该拐在这个。这个局部应该拐在这地方，对脚上的影响更大。它拐在这的好处呢，就是将来你如果还是加的话，那我有可能就胡，我打过，那我就不利，粘住，长，因为我拐在这，将来这一虎的话呢，这个棋形非常舒服，这个里面眼形啊、目数啊都比尖在这要好多了，因为你尖在这之后没有下一手，这棋我拐了以后再一虎，你只能带个狗，我再。立一个，如果拐起来或者是尖起来的话呢，那我这一尖这个地方呢眼型非常丰富，局部白棋可以活。对，所以这个拐呢比这个尖要好一些，定型更紧凑一些。对，同样是补这个段。那实战这个白棋，这手棋，但是从局部看起来好像这个地方也充补了，这个加好像也补了。他其实呢，李轩豪的这个手棋的目的呢是防这个加，他想你现在加，那我可以立下来了，我这个断点，因为当初如果拐的话呢，你加的话呢，白棋是立不下来的，这被明显被白棋断了。他是防这个加，但是防这个加呢，还是这个尖的这个棋形呢，因为本身这个立下来好还是接上来好就不一定。还是松不少，这手棋跟这个拐比。对，实战呢黑棋就是加了，然后白棋下立。黑棋尖在这儿。尖。白棋还是不愿意被打一下是吗？对，其实正常跳，其实这个跳跟挤哪个真不一定哪个好。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黑棋现在很有可能要在这地方补棋了，要补脚了。那样这样的话，我再断其实也挺不错的，白棋能下成这样，这样定型成这样。对他。没有在这一带。对，你如果补棋的话呢，现在再被我飞呢，可能是跟后来的局面有些不一样。
就这个地方差了一个先后手，对，这个气可能不一样，眼型也不一样，就是间断的时候，这个白棋挤跟后来这个跳的气不一样，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这个的差别。那等于白棋其实这个尖和跳还是连着下的，对，下了两步还手可能。然后现在杨就贴起来了，贴。白棋攻角，白棋飞角。这时候呢，我们就看一下区别了。之前如果是那样的棋形，我们现在看黑棋，然后实战尖。这时候呢，李玄豪没有敢挡了。为什么不敢挡呢？因为你挡的话呢，我就搬过来。你就要吃。对。我接住。你要现在呢，对，你就不能接这个了，因为你这个气非常紧，你接的话被我这一挤。你如果要紧促气的话，你肯定要靠。靠的话呢，这个地方被我一断。你打。那不行了。对，这被我一叫吃，这一口气就闷死了。是。但是呢，同样我们看刚才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对，那我接住你再挤我一靠，那你再断，明显白棋快一气。所以它这个差别还是很大呀。对，跳一个的时候呢，跟这个飞发生了关联。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不能接的话呢，那就是说你只能打这个了。哦，那差很多。这个飞对，打这个我急打，然后从下面打，从下面打，对，提我打。这样的话呢，黑棋就顺利的做活了。你搬走，应该是先手活吗？先手活可能不行，因为白棋这个提是先手，提完这个还要拐过。但是即便是后手活的话呢，那作为黑棋一方已经很满意了。因为刚才我们摆这个白棋几次叫吃，黑棋是要花一手棋在这跳补的。现在等于白棋先手先动手呢，黑棋还是活了，所以黑棋呢在这地方下成这个结果呢，黑棋在这地方呢省了一手棋。那这边呢，黑棋这个能够贴上来，那就占着先机了。对，对，黑棋其实这手贴最稳健的应该是对补活，但是那样的话呢，被白棋压过来，他可能稍微有点不满意，或者飞过来。那等于这手棋，黑棋既然走在了外边，你脚上又不能吃掉黑棋的话，那作为白棋的很理想，对白棋的作战意图呢就没有达到了。所以说呢，这手飞呢，是不是就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是也许这个飞呢，可能还是不如先我们在这边做点准备工作，先挤一个，自己挤一个。先挤。挤的时候，黑棋应该不会去粘了吧？对，不会粘，黑棋走肯定是在外面跳，那既然黑棋就飞，就跟我们刚才那个尖了扳断的变化呢，白棋就可以接在二路了。那这手跳是要补角吗？我感觉现在角里面对，现在可能得补了。这样的话呢，白棋再搬过来。其实这样呢，白棋也是可以的，因为黑棋很难受。你这个棋形被我搬二指头，你搬的话我就把你断了。断了，对。但是你不搬呢，你又很被我长也很难受。这个棋是。这个棋形也对不太好下。对你得还得补。对你这个下面都是很多很多毛。很多问题，对，味道不是很好。所以呢，也许这时候白棋以静制动的补一个呢，也许可能比实战相较实战来说更好一点。对，那实战呢，白棋还是攻角了，对他选择，但是呢，被尖的时候呢，他实战是他觉得这个挡可能不便宜，他选择这个利。对，夹，局部黑棋角上是可以活的，对，活下成这个棋形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角应该是活，应该是问题不大。现在白棋是角吃，也是定型。白棋希望这样能走个先手。接住，然后黑棋继续打吃。对，接住。那正常的对，其实这时候呢，白黑棋就即便补一个呢，黑棋也可以满意了，因为这个地方我脚本来要跳一手补活的，现在我已经活了，等于省了一手棋。这边我能贴过来呢，这个作战已经取得了先机。对，现在因为白棋还是不敢连接对，白棋这个应该一时半会，白棋肯定得往外出头。往外跑。
但是呢，这跑我就往外走嘛，就猜、那他是不是还是不太满意这个地方？白棋可以连回来，是打了提吗？是，所以他实战嘛，他肯定选择了最强的下法嘛，他要逼迫，他觉得自己这个脚上的气很长，实战杨鼎新呢，他肯定选择对，他选择了最强的下法了，实战是直接就把白棋封在里边了，应该说这一串的下，从这个李玄浩从这个尖开始，本来一个如果是拐在这地方的话呢，形势是一片大好的。之后呢，被杨鼎新这样反击了，这样尖过来以后呢，现在这个棋反而是变得好像白棋比较困难了。对，白棋有一种被完全关在这个瓮里边的感觉了。对，那脚上。对啊，那既然你死活是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死活是一个打劫活呀。这个时候是点在、对你如果从这个局部死活来说呢，你只能是点在这个地方。走其他的都没有办法杀掉。你走其他的我就打一个。对吧？那我挡先手的话。哦，这个挡是先手。对，挡先手我尖一个就活了。但白棋是不是也活了？是。所以说白棋要点在这杀呀，他你给黑棋留这么一个变化没有任何好处嘛，同样你反正要杀，那你肯定是点一个，就点在这儿，对对对，直接是打劫，反正对，直接也活不了，反正白棋也黑棋也活不了，对，那他何必去加一个让黑棋多一个选择做活的选择呢？然后黑棋是尖，黑棋尖一个，给白棋一个陷阱，想要做大眼。对对对，你如果正常来说，你如果去双这个，那就是中黑棋计了。那这样我一断，做了一个超大的眼。一定。对，这样我再虎一个。这个里面气就长了，大家看。这白黑棋有一口气，两口气，白棋扑进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口气这里面有。对，十口气呢，那白棋最多也就一二三四五六，白棋眼见的才八口气，所以你这个棋你要想去并的话呢，要想进杀黑棋的话呢，那样这样被黑棋这样做个大眼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刀八五是八口气，等于他比刀八五还要多两口气。对，这刀八五他还得多两口，还得多走两 口才变成刀八五。这里面有十口气，所以说。是，那黑棋的气太长了。嗯。是不是即使黑棋这个死掉，然后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对。对，如果是全球完完整整的封上的话呢，你即便把这个角吃掉。白棋也不一定好，可能说不定还是、就是、外边这成孤棋了，这边是孤棋了，说不定还是黑棋断然优势。黑棋即便弃掉，而且像刚才这样的情况，明显是白棋气不太够，不够啊。那就没有办法这样去杀黑棋，所以白棋不能进杀黑棋，所以他只能挤进来寻求一个打劫杀，挤在这儿。但是这个棋形呢又非常的独特。就下成这样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就看都是，比如说一个这样的棋形，这样走成这样的。这里面呢，等于谁走都走不好。白棋要扑进去。对，你因为你走在这的话呢，又变成刀霸五了。又变成刀霸五，黑棋气非常长。你要扑进去呢，又是一个打劫，你最终还是得，因为你不能接，你还得打进来。对。但是黑棋要想杀白棋呢？黑棋也不能随便走这个地方，很奇怪。我如果走在这的话呢，我想把这个劫补掉的话，那气就少多了。那不是撞的一口两口，可能撞了三四口气。这不顿时变由刀霸五变成这个四了，方块四了。所以那黑棋将来走呢，可能也是要扑进去。对，也要扑进去。所以这个棋形比较有意思，双方走都走不好。那这个时候。黑棋是挡在这个地方，挡这个，对，切断白棋上边的联络。这手棋呢，可能也切断，也有一些补劫财的意思吧，我觉得，因为这个地方谁都走不好，所以说黑棋是不是有补劫财，也有可能，顺便把你这个眼，因为白棋这个接是先手嘛，我这眼见的把你这个下面这个眼给灭了。所以他一边补劫财呢，一边也灭眼，可能是这个意思。
然后白棋打吃。嗯，黑棋是这个时候扑劫了。嗯，杨鼎新显然是觉得自己劫财比较有利，劫财比较有利了，因为我们看这地方它有两枚非常舒服的劫，这一打还有这地方还有一扑，所以他觉得自己劫财比较有。所以我们其实每一手棋如果下错都有可能产生一个很意外严重的后果，比如你将来如将当年如果团在这的话，那就那没有那么那就少一个劫了。有时候一个劫这个一个大的劫财是非常致命的，所以他当时是挡在这的。嗯，这一个劫财就关系到整盘棋的胜负了。对，杨鼎新他现在扑进来，他觉得这地方有两个不损的非常舒服的劫。嗯，然后白棋提劫，劫他就是一门心思打劫，顺手连上也是劫财。显然这个时候呢，你打的时候你杨鼎新呢已经动了杀心了。对，他的意思我就要靠这个劫争取把你这块打赢，这个劫把你这块棋杀掉。对，白棋吃这三个已经变小了。对，现在肯定，对，现在作为白棋来说这边活这块还是重点。对，然后白棋是提。嗯，那这边黑棋还是有保卫。对，其实提的这个时候呢就到了一个分水岭了。杨鼎新实战是把这三个都连回来了。嗯，但是这时候其实我觉得好像我尖在这呢，为什么？哦，尖在这儿，那就是下定决心要吃这些白棋。啊，连当然也很大。他连是不是要跟这边杀气呀？对对对，这些其实这些白棋，对对，他绝对不怕从这边尖，我从这边走过来，我这边不怕。他连也是大的这手棋。就说这个提的时候，黑白棋提劫。就说这时候其实是个分水岭。哦，这个时候他补可以补在这，我觉得补在这儿呢，因为你如果接住的话，那我一断就是变成杀气了。对，大家看，因为我还是这个气非常长，打我提掉。我就打掉粘上虎一个，我这里面还是杨爽刚才说的有八口气，但是白棋也只有一二三四七口气。哦，所以说我不知道他这时候为什么没有尖这个，如果尖这个的话呢，那他有没有可能先挤一下呢？白棋挤的关系不大呀，挤我还是硬一个，我不管该走哪走哪，你接我还是挡在。我是不是可以先拐一下呢？那拐就你直接拐也可以打劫呀。哦，直接拐也是继续打劫。对对对，就是说，就是说我说我尖的时候你不能进杀我，你想你还是打这个劫，还是要拐这个打劫。但是这个打劫的话呢，对啊，已经有这有了。他粘他提劫，我就说我现在我尖这个的话，那白棋还是需要，对，你白棋只能拐这个了。因为我刚才说接一个被我这样一挡气可能不够。但打这个劫的话呢，这地方已经损了很多了，这个提跟这个交换，所以黑棋那我就给你打好了，我这还有两个劫财，你这边要找劫那肯定很损。我即便把这块弃了，我在外面走两手，我觉得也是黑棋断然优势。对，所以或者哪怕他尖一个，尖一个，即便我把这块棋弃了，我觉得好像也挺好的。即便这样，有可能是刚才没有紧住这一气啊。我就扑了，我就算把这块弃了，我觉得黑棋也不错。这边全收紧的话，何况我尖在这更加的紧。提，然后。黑棋就还是直接继续跟他打劫。对对，黑棋选择了呢，实战选择提这个劫。棋反而搁这儿先动。对啊，那白棋就尖了，这局势就变得混乱一些了。就我就觉得这手棋呢，是不是我尖在这个地方更好？对对，更好一点，应该是更严厉了。对啊，因为你如果也接不住的话，那你还是同样还是打劫呀。那我就那黑棋就是说这个局面要简化多了。我在外面飞了，包括这样飞了飞过来也可以，就是随便走两手都可以。连走两步就可以。对，那这个地方的应该说不应该犯的失误啊。他实战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随时都可以这样下吗？看着这个白棋。但是白棋是抓住机会了，尖、这个尖出来了。尖然后挡住。黑棋这个马上就在这儿动手了。
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即便是这样的话呢，还是白棋的比较苦、嗯、因为作为黑棋来说它实在，我们看尖一个、嗯、然后白棋粘住、嗯、黑棋它的负担很轻，它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现在正好是这个比较焦灼的、比较激烈的时候，我们把棋战斗啊，好，那么我们对先休息一下，先讲到这里啊，等一下再回来。对，更多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回来。我们这盘棋呢，正好是进行到激烈的时候啊，对，胜负出了，进入最重要的时候。嗯，刚才提的时候呢，黑棋是白棋提劫，对，双方是在这个角上进行了死活大劫，这就是白棋黑棋打了一下，找劫材提。刚才一中说这个打找劫材是应该封住这个，对对，当时没有尖的时候，我觉得是可能封住尖在这可能更好一点。黑棋就不提这个劫，这样我觉得黑棋局势更加容易掌握一点。对，因为黑棋是白棋不能接的，你只能拐这个，黑棋就跟你打这个。白棋是不够的。对，这个劫呢，这个劫黑棋白棋是不能输的，但黑棋可以输。黑棋可以在外面连走两手，因为这地方白棋已经损失了非常大的。如果黑棋先在这儿，应该黑棋是肯定优势的，比较容易下的，比较容易下。但实战呢，他是找了劫材，继续打劫，拼这个劫。对，打吃提掉，然后提劫。这时候白棋是尖在这儿了，然后靠分断黑棋，那黑棋应该只有联络了，没有办法，只能走这个。对，然后白棋接住了。这个几个子交换之后啊，白棋再提劫，白棋是不是这已经长出气来了？对，这相比被黑棋尖住的话，那白棋可能长出了两口气。那、这个、所以呢，杨鼎新其实他的思路一直是就是一门心思打劫，对，一门心思打劫，他就想把这个劫利用，对，提，这个时候白棋就可以冲出来了。白棋呢，他也不愿意找这种挤的损劫，现在作为白棋来说，用挖点啊挤都是损劫，所以他先找这个提。黑棋这个是自身的劫材，挤在这儿，挤。白棋没有接，白棋是先断在这儿了。他可能这时候也不好下了吧？如果是接住呢？接住，其实接住他就怕人家把这点走，把外边补上。因为你这个棋，即便我们看。你即便接住，是不是气也不见得够？我看断一个，打，打，打这个。哦，打在这，打这个。白棋提。提我是不是可以先扑你一下？这个地方让你气先少一点。扑你没有办法。应该是紧一口气。你只能提，我就打了虎。对。我们看啊，这个脚上还是八口气，那黑棋是一口、两口、三口。四五六七，那这样的话，白棋就慢一期了。被扑造一下的话，一二三，这七四五六七，我是八口。所以说呢，他这时候就不能接了，就接我可能要补外面。所以呢，李轩豪呢，这时候他可能也是争胜负吧，争胜负。这个脚上是白棋对，是白棋提的吧？争胜负呢，他就要打挤的时候，他打这个了。对，他抢在这儿了。对，他打这个的意图呢，就是说你如果接在这儿的话呢，那我这地方是不是多一个挖了？挖他白黑棋是只能打在这儿。对，因为我挤先手，你打被我藏出来。打在这儿那地棋，那等于这个地方就。不是这样的话呢，就伸出很多劫材来了，你可能接在这儿。我可能就拐进来，我虽然不能接，但是我拐进来呢，这些点啊什么点啊变成劫材了。而且是不是挖都能当劫材都有可能。对，
我有可能挖就当劫财了，所以他实际上的本意是制造一些劫财。尤其这个地方挖呢，黑棋非常难受，被白棋挖占以后呢，这个棋形呢，黑棋非常难受。就是本身的劫财多了。所以我在想啊，这手棋，杨鼎新是不是还是应该就是这个戟还是应该虎、啊？对对，我是不是虎一个的话，那你能不能走这个呢？你走这个的话，我扑，断，我也断在这儿。打，提掉。我在想，即便这个棋啊，我是不是我把这块棋弃了也行啊？对啊，我们看，也许弃了，说不定也是一种思路。现在八口气，这外边撞得太厚了。对，你可能还得接这个延气。这样呢，我挤你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样气是白棋可能长一口气。但是我即便气了，我这地方飞过来，是不是？对。这样局面反而更加的容易从容一些，黑棋。因为黑棋，你看白棋把这吃了这个角，提五个，将来还得是刀四。25目棋。没有那么多，要收气的话，因为有对，你看看你扑，我提掉五个，然后你之后又要提四个，再三个，12目棋，最后可能会形成一个这样的棋啊。我们看这样，提掉这样，对，然后你点，对，因为这个黑棋每收一手棋，白棋里边最后会形成一个这样的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31目，再要减掉12目棋、哦，因为黑棋提了，总共这里面五个加四个加三个12，31减12，19目，实际上这个角上才，19目，20，21，23，35目，36目，全盘才36目，那这地方我这两个还是先手，黑棋这已经一二三四十四，23目了已经，25目。对，那那这黑棋非常好下，这一套后壁，你这边我这边首先时控已经差不多了，对，我这攻两下，我再抢到这个，那黑棋明显是大右，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可能这个挤呢，杨鼎新呢可能过于简单了，他可能想这样继续的在那个收白棋的棋，对，但可能他没有注意到李轩豪呢这个。在这个情急之下呢，这个打吃呢进行反击，其实他这时候虎一个呢，就形势已经非常的好下了。就是干脆的把脚步弃掉，对、啊，把它弃了，走后。所以人类有时候就是很难，有时候他一根筋，人类的话，这个要转变这个思路，要舍弃棋子，还是有点心疼。对。对，这个把脚步看小，其实局势就更加明朗了。我们看。那实战还是双方还是在局部就打这个劫，黑棋挤在这儿，然后白棋断打，黑棋提劫，小将杨鼎新还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要把这个劫打赢。对，其实他我们刚才看了，他包括没有尖这个，他的思路就是一心要想把这个劫打赢，要把这块棋。正确吃掉，对，然后白棋是找自身的劫材挤在这儿，这两个交换其实也挺损的，对，这把黑棋外面走后了，对，提劫，来接住，然后白棋是在这儿虎了一个，现在呢，因为我下一手一顶一团就要活了，对，那黑棋还是提劫了，因为虎在这的话，黑棋，我如果破眼吗？黑棋正常来说是要破眼的呀。如果但问题是顶现在被白棋拐的话，提劫。那我这样，黑棋就好像没有合适的劫材了。这个被拐到气，黑棋脚里边少了好多气。那你即便现在这样，你冲吃的话也不如刚才了。因为刚才是虎在这非常厚，你现在冲吃在这，将来有一段打这边的味道差多了。而且我脚上的气也不一样了，脚上的目数白气 对差很多，前面我们刚才数是19目这个地方，现在不是了，现在我这边打你眼见的就已经十
20、22目、23目，对，脚上也差了好多目，至少差了4目起这个脚上、嗯、跟刚才相比，跟刚才那样挡在这收气相比，嗯，而且这外面还薄一点，所以这个图呢比刚才单虎要差多了，所以它没有啃。杨鼎新还是继续打结，对，继续打结，嗯，提结，对啊，提结，对，李轩豪到这时候白棋李轩豪是挖，找自身的这个劫材、嗯、哦，这个没有打，这个是我刚、嗯、刚我们刚才摆变化的棋，嗯，显然李轩豪觉得做活还是不行，嗯，还是得挖一个，打他想挖一个做活，对，就是他不肯顶一个做活，李轩豪，嗯，顶的话。是黑棋还是肯定要接上的吧，对，他就觉得被接住这样， 嗯， 嗯，太厚了，对，他挖一个啊，他其实就是还是要打这个劫，他没办法、嗯、他觉得如果打的话那他接住了，他是打在这儿，对对对，嗯，黑棋是打在这儿，白棋长出来、嗯、这样就是说白棋还是想带着黑棋自身、嗯、对，现在局势又变得又混乱起来了，现在、嗯、现在主要是跟外面变得关键了，对，外边白棋这儿，这地方是黑棋的劫是吧？对，黑棋的劫啊、哦！现在这个作战延伸到这个地方来了。嗯，因为白棋这些确实非常难，因为白棋来说呢，你即便是把这个吃了，把脚上花、嗯、还得花一手、两手、三手，但是外面损失太大的话也不行，所以说白棋外面被黑棋连走好几手，白棋也受不了、嗯、白棋也非常难要顾及的方面非常多，简简单单做活不行、嗯、白棋爬、嗯、提劫，提劫，对，黑棋扑、嗯、这是自身的劫材、嗯、白棋提、嗯、黑棋再提劫、嗯、白棋长，七阶、嗯、哦，这时候李轩、嗯、这个杨鼎新是算清楚气了吗？他直接就打湿了，哦，他显然是这一串黑白棋紧了不少气以后、嗯、我们看一下，如果正常杀气、嗯、提掉点进来急、嗯、对，嗯，去接，嗯，去打白棋走，对，白棋可以数一下有几气了，嗯，那样他要进来，那样就只有一二三四了，一二一二，那黑棋先动手，那黑棋快一气，嗯，同样都是四口气，这个他都一样的，我们就看成这样嘛、嗯、你挤进来跟白棋走，因为白棋没有眼，对，你迟早是要挤进来的，你要杀这个，对，在对杀的时候有眼的情况下、哦、这口气应该是算作是黑棋的，啊、哦，那就是说李轩豪这些挖气紧完以后呢，杨鼎新现在可以直接团在这个地方杀黑棋了、就是、他算清楚了、嗯、对对对，嗯，那我们看李轩豪怎么应对这个棋啊，那这个棋显然死了是不行的，就是说现在里边正常的杀气、嗯、对，里边已经是没有办法了，这个对，白棋差一口气，对对，白棋差一口气，哦，嗯，那这个地方，但是呢差一口气呢，这个地方黑棋得紧进来，这地方黑棋自身也会气变得比较紧，我们看就是白棋可以在外围做一些文章，现在白棋只能在外围做文章了，应该说是，哦，我们看杀，如果假设看这地方黑棋得有算有个子啊，气是紧的、嗯、所以白棋现在是长、嗯、黑棋继续长气，嗯，白棋自身现在有几口气，一二三四五，如果跟这边杀的话白棋气还是非常长的，而且这边还有一个不入气的地方、哦、就打进来，这还有不入气、嗯、那一二三四五，一二、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口气嘛，至少七口 气，而且这边你还有一点不入气的、嗯，那现在里边应该说白棋就不能跟这块棋杀了，对对对，白棋杀不过这块了，对，只能跟外面杀了，嗯，这个时候、白棋搬、黑棋断，打吃长，嗯，这时候双方那这个里边黑棋如果直接杀的话，明显黑棋是杀不过白棋的、嗯、我们看如果直接不管怎么杀，这个打吃是白棋的权利，嗯，我们看我们直接杀的话，
你要杀你只能这个气你得收掉。嗯，我接住你这地方就一二三四五，可能算你班先手吧。嗯，长一口气，六口气。嗯，那黑棋呢，一二三四，那正好这地方你这是这个虎口，这不是、嗯、对，那黑快一气，你即便算黑棋这地方、哦、大家注意这个地方黑棋扳倒是能长一口气的这个棋形、嗯、就我退一个吧，变成一二，你只能加三四五六，作为黑棋来说呢，一二三四五六，现在该白棋先下。嗯嗯，如果直接这边黑棋想跟白棋这块杀的话，目前是差一气。那这个时候，对对，那现在等于，所以黑棋方来说要这也要想办法在外面，太复杂了。对，这个、嗯、等于是这块棋跟里边杀一杀、嗯，然后又跟这块棋杀一杀。对，因为白棋现在没有办法了，他跟里面是杀不过了，嗯，他只能跟这块棋杀。现在呢，黑棋呢，如果这块棋直接跟这块白棋对杀呢，是差一级，所以黑棋呢、嗯、只能从外面寻找突围的头绪。对，黑棋是拐在这儿了。嗯嗯，要掰下来，这个时候、嗯、如果白棋退的话，是不是这一块又减掉黑棋一口气呢？但是 那退的话对外面可能对外面的又不一样了，所以白棋这个又紧住这口气了。 嗯， 嗯，然后黑棋是靠，嗯，啊，这本身被一靠的话，这是封不住了吗？局部是不行的，我们简单的、啊、这封不住，你冲我就扔弄断了呀，这个地方你拐我吃了款、这个、这明显是已经没有办法吃这块。对对对，这明显是不行的，这跑了跑，明显白棋不行。对对，嗯，这样一跑出来、嗯、这个嗯，所以他直接白棋外边太紧了，对，他硬来肯定是不行的。嗯，所以他尝了一个啊，这个地方好复杂呀、嗯嗯、这个时候黑棋尝出来，嗯，因为他直接来不行了，现在白棋、嗯，现在白棋呢又要跟这，看来是他只能对要跟这几个字，他只能图谋这几个字了。现在他是尖在这儿，嗯，哦，这个时候黑棋、嗯、黑棋很有意思，他是接在这的，显然是这口气跟外面有关系。他如果正常来说，我们肯定是要吃在这，对吧？嗯，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长还是也是吃？对，他有可能跳，我看是。嗯，他要可能跳，他如果跳、嗯、打，肯定只能打出来，因为本身黑棋只有四口气，打出来他粘上，然后黑棋粘，对，这时候白棋是不是可以贴、嗯、然后封住黑棋，然后飞封，嗯，这样黑棋只有一二三四五口气，这样杀跟这边杀是杀不过的黑棋、哦，那白棋显然还是有救啊。嗯，他这个团是先手，所以他现在黑棋为什么要接在这呢？嗯，就说你如果还是这样跳的话，对，那我这个气紧了，我这个几遍先手，那我有可能要有一挖的气。哦，这有个手筋。对，你如果打的话呢，那我现在就不接了、嗯、我有可能往外贴了。哦，这样的话呢，你是断不进来的。嗯，你断的话，我这地方有一挤的手筋。哦，可以挤在这儿。嗯，我看一下，挤在这儿，这两边要做成这个倒、嗯、这边要倒扑、嗯、这边要倒扑，嗯，所以这就是他这个接在这的意图，他没有办法了，因为前面如果打在这的话呢，那我这个团是先手，团先手那样的话呢，你这个挖这个地方突围的手段就不成立了，你挖完再贴，那我就要把你断了，嗯，我就顶，看来是处处都是陷阱。这个双方这个地方真的是至少他这些先手杀的热火朝天啊、嗯、对，他接在这接在这儿，然后白棋跳、哦、白棋跳，嗯，黑棋这时候团了一个，先把你的气撞击、嗯、对，这个时候白棋也只好粘，因为要和中府的黑棋杀气，嗯，嗯，然后黑棋打出来了啊，他这时候还是单粘呢，嗯，他觉得这个地方你还是封不住他，嗯，就是如果是挖的话，这边他是不是还有借用呢？是啊，他挖他可能怕，嗯，他是不是还是担心这类似这样的接之类的先手吗？嗯，对，有些担心团在这，因为你不能走这个，你走这个的话，我这个顶先手就把你断了，直接断了，嗯，你只能，他不一定是挖这个吧，嗯，
就是怕人家直接就接出来了，你如果挤我就接住。嗯，你现在如果拐的话呢，那这个接着接在这，接在这，这要挡，这要断。嗯嗯嗯，所以他现在还不能这样下，就是还是要担心这边的借用。对，这边也有借用。嗯，就是说现在这个棋是处处都是，感觉踩在钢丝上的感觉，谁都不能下错一步。是，因为这关系到几块棋的生死。对对，嗯，选好还是利用这个接，对，还是接在这儿了。然后黑棋挤，白棋也是要这三个子是棋筋，非常激烈啊，这个棋。对，双方感觉都是绷着很紧，这个地方不能有丝毫的失误。嗯，然后黑棋如果不走的话，如果把这个吃了的话，就直接就贴死了。对，那贴了一飞。对。所以他也只能是出头。他是不是能不能先搬一下再拐？我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搬了拐，然后再拐。拐，但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他只能是打在这儿了吧？接住。然后你要接住的话，你不能接住了，接直接被我扑死了。扑死了，那这个被吃了，那他不能不敢打。只能在这边先搬一搬吧。只能先搬，这个地方就说白棋一旦在这一带走子了，是不是可以打在这儿，然后把这三个吃了？你不管打了，但是我如果出头的话，现在这位因为我团找一下，是不是这边又可以杀气了？而且你这边没有打着。假如说我们看走在这儿，我这个一路先生，那要看我可以打在这儿了。对，我是不是可以打在这儿？这关系不大，我就说这里面杀气。我挡这里面气可能又变成黑气场，所以这个棋因为你只能单提收气。对，只能提收气。我这地方一口气二三二三四五六口气，白棋六口气，黑棋是一二三四五六口，但是白棋只能从外面。你还是接在这吧，因为我多个一路打，说不定还是有点用。这个地方有。我接在这。嗯。你要杀的话，你扑。嗯。那我最简单的，我猴一个，我气都。那他是走在这儿吗？你看看，是在这儿下棋吗？你不管怎么走，我还该黑棋下，我就提劫就行了。嗯，你这地方，你这地方还差着呢，差一口气，外边多一口气。对啊，那我就打了一打，你就变成四口气了，一二三。这已经不是提劫了，这个就直接就做活了。对，我就提。对，这可能快的还不是一气两气。所以这里面非常复杂，也有可能因为你现在没有打着这一下，所以白棋是没有机会打了，是吗？现在的话作战这地方棋中了以后，可能也不见得能打得着了。白棋，我们看白棋是黑棋是单拐的，可能结果也差不太多。你挡。对对，白棋是挡住了，然后黑棋是底下扳了一下长气。然后白棋打这三个。黑棋现在断了一个。还是依然对为这个延气做准备。对，白棋打吃。他就挤在这。对，黑棋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是已经算清楚了，他算清楚气场了。因为我们刚才即便挡在这那样的话，好像快的不是一口气，快两气，我刚才算是，现在挤的，他其实被你打一下，他也无所谓。对，他就是实战是单挤的，然后即使被打了，是已经黑棋里边是我们看长气的，正常收气就爬，我就挡，对，你点进来，我提，这个我要接回来，马上就接不归了，然后打吃，接住。四口气。对，白黑棋有我要提一口两口也是四口三口四口。
但是黑棋已经闭气了。那但是他一提呢？他提我闭气吗？那不是慢一口气吗？没有，没慢啊，这个地方。啊，他这棋我知道了，他不从。这样这样不是这样走是慢一气啊，你尖我就提，你不是慢一口气吗？那我现在闭气吗？你闭气我就收气啊。收气我不是打气哦，这还有一口气，还有一口气，对，上面还有一口气。他不是，他黑棋他不从这边打，黑棋他挤完以后他从这后面，哦，他, 眼吗？他不是，他从后面收气。哦，后面收气，对，这个地方是从后面收气的话，这个地方就不撞气了。对，我从这边收气，撞了一口气。我如果从后面收气，大家看，所以说收气的时候很重要。我如果挡被一点就死了。对，你给我走这个。他打吃。收收这个，接住。接住。我收这个。对。你收。我收。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再冲这个吗？这个棋没有。嗯。刚才我们摆的时候。那他冲这个呢？冲这个呢不对了，哦，我打吃就打死了。对。所以他不挡这个，他挡自己一气，我从这边收。从后面收。对，从后面收，来自气不够。你如果冲这个一路爬的话。对，挡等于自己撞了自己一口气。现在这个没有爬。所以现在白棋好像看这个棋，他直接这边杀不过了，你爬被我一挤，我从后面收。就说杨鼎新应该已经算清楚了，挤在这儿啊，里边白黑棋要快一气，对，白棋不够，而且他利用这个地方你进不来，这个地方是个不入棋。对，那白棋只好跟外边的黑棋，这看起来非常勉强了。他是不是觉得这个棋？如果有个提数，白棋就快气啊。我如果收，对，收，再收，打完收，打了，打，接，黑棋收，然后白棋这个地方敢入气了。大家看这个地方，如果有个提的话呢，正好白棋变成快气了。哦，对，因为这地方不入气，因为黑棋这个地方是不入气的，这个挡这个角，所以呢，就是因为差了这一下，如果现在就是说他李轩豪呢，可以把这个提看成先手，在这边对杀的时候，这个地方提示绝先，现在我看到了杀气的时候，双方这个算路大比拼啊，看谁算的准，对，这个地方确实杀的感觉天昏地暗的。所以呢他不然如果正常如果没有这个提先手的话，这明显这里面外面都是漏着的，很难把这个黑棋封住。你看他继续是不是，所以黑棋还是继续往前冲了。白棋这个时候好奇怪，是猴一个嘛，就是试下硬手，因为你如果团在这，他说不定将来这一扳会不会做出一个赖皮劫来。但这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但他可能便宜点目数，只能说。那如果不是紧着气的话，他是长了一口气吗？如果尖在这儿的，没有长气啊。他还是四口气啊。一二三四。跟前面气是一样的，他只是便宜点关子。便宜点关子，但是如果里边都死了的话，对，就是不一样哈。还是比较细腻的地方。他还是。最终还是得看这个外面搬，然后黑棋搬，现在是不能断了，我们看这断白棋提了，对，他断被长，这明显出棋啊，对，长你吃这被扑，吃劫不归了，所以白棋也是先提，应该也是先手，提的时候黑棋还要紧气，对，黑棋现在不能走外面了，走外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白棋收气那样的话。白棋快一气，因为有了这个提，所以黑棋还是紧气了，紧气了，对，那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有几口气啊，因为现在白棋面临着要跟黑棋这块杀气的问题，但你也得算一下自己气，被我紧完以后，一二四，一二，这气很少，就四口气，一二，对，打完了，一二三四，提在这儿，我可以从这边说，那黑棋呢，如果贴在这儿，一就四口气，那。贴的话那黑棋外边也是四口气吧，这里面一二三四口气，
对，但是黑棋先收起。对呀、啊，关键那外边还是。在外面很难收住，对，因为你贴这地方，我在搬完接完以后这一提，还是有长气的可能。看起来还 是他直接就收气了，看起来是白棋危险，嗯，对。然后打吃粘上，啊，他就是来冲了一下啊，他冲一个，试下你硬手，嗯，你如果挡住的话，那他可以藏这个。哦，我们看一下这个杨凌心下的这个地方应该是。藏你就不能断了，他冲完以后，嗯，对，断马上这个子对，再打完一打，嗯，但是冲白棋就跳了一个，其实也，那是不是还是有这个长啊？对，还是可以长，他就肯定明显有长嘛。长的话，你如果正常贴的话呢，嗯，看一下他就他在接住。这样已经藏出气了，对，这他藏完以后已经藏住气了。黑棋一二三四五，那我直接一二打是先手三四，那就黑棋就快一气了。所以说呢，你如果当初呢，你如果不藏这个的话呢，你如果直接接的话呢，其实也是，应该也是藏一口气，也快一气，嗯，也快一气，也快一气。嗯，所以实际上这棋呢，可能是李轩浩可能还是这个嗯。英雄气短英雄气短，真的是英雄气短。嗯，但是还是非常的激烈，这盘棋好几个对杀都是差一气，嗯，真的是很精彩。嗯嗯，等于是里和外都互相缠绕哈，嗯，等于是几块棋，一二三四块棋的这种大对杀。对对对，嗯，最后杨鼎新也是不依不饶冲了一个一长。嗯嗯，这时候呢，对，这个其实这盘棋双方应该说是用了大量的时间哈，比赛的用时应该是每方两个小时之后的这个五次一分钟的读秒，嗯，我想这个时候我想下到后面，嗯，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五点多了，嗯，十二点半开始，应该这时候后面杀气的时候应该已经双方都差不多读秒了，嗯，对，非常精彩的这种大对杀哈。就最后下这手棋177手的时候呢，这个杨鼎新呢，嗯，这个李轩豪呢就是认输了。嗯，他一看气差一口，气差一口。嗯，这个也我们也恭喜杨鼎，他也夺得了这个第34届田园赛的挑战权。对，他那将要去同里啊，同里去挑战我们的田园联校。对，四月，嗯，应该是四月中旬，嗯，啊。我们说到这个同里呢，他同里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新民晚报这个比赛，嗯，在2000年以前呢是新民晚报跟中国棋院一同举办的，举办的。后来呢，嗯，那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吴江同里镇的人民政府啊，嗯，也那个积极的参与到这个，举办这个，推动了我们这个围棋文化事业，跟他们旅游相结合，哦，加入这个赞助了这个赛事。对，同里也是非常美丽的，嗯，对对对，同里一个古镇，啊，是古镇，哦，嗯嗯，所以呢一直到现在呢，从同里那个赞助这个比赛呢也快20年了，嗯，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同里啊，他们当然也在这个我们围棋跟这个他这个旅游结合也非常好，同里，嗯，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们那人还非常少游客，现在是那个小镇也现在建设的也非常漂亮，而且，嗯，这一届还把这个冠军的奖金也大，对，也提高了，提高了，嗯嗯，这个年轻棋手呢，嗯，机会还是非常多，嗯，啊，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赛事也是层出不穷的，嗯，啊，嗯嗯，这盘棋呢，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是不是再从头把这个棋我们再回顾一下？主要是后边这个大对杀，对，太，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棋的胜负的一些。后边这个对杀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年轻棋手的这个朝气啊，嗯，这个双方真的是在这里呢应该说耗尽了自己，对，这个所以说现在的比赛也非常激烈，下一盘棋的消耗也非常大，对，这种计算量非常大，我们从头再回顾一下，对，这个上来是星对二连星，嗯，还是先点角，对，然后从这个点角开始，嗯，主要是一上来就
进入到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大型定式哈、嗯。选好托。对。这时候呢，你选好这个托是勇敢的面对这个，不怕这个班。嗯。正常来说呢，如果退缩就是稳一点就顶了班。嗯。结果呢，就选好选择了这个战斗。嗯。对。嗯。一上来就、嗯、这个局部的定式呢、嗯、是。比较流行的这个叫米氏飞刀。这时候我们刚才说了，这时候搬的时候呢、嗯、有实战街是最简明的一个下法。嗯嗯，就是这个搬也是可行的，搬呢可能会形成这样的变化，搬接住，对，搬脚步呢也是形成了这个对杀、嗯、对，会形成一个对杀。这样的变化呢，有可能就是最后其实也是形成一个白棋弃子的局面，可能会形成一个嗯。啊，我们刚才说了要搬一个，因为你虎被黑棋直接打了虎，是吧？嗯，这棋要打一下吗？嗯，这打有可能损了，所以为什么打？嗯，所以单退一个，就直接点一个是最佳的变化。哦，直接点一个，嗯。因为什么情况打就损了呢？嗯，比如说这时候黑棋有一个虎，白棋多了一个虎，你去吃这个。然后这时候你被我打拔这个子，那这时候这两个交换就损了。我们看，哦，因为江南的这个地方呢，白棋团呢 有点，对，这个点一个是非常难受的。哦，点你可能只能接这个，嗯，对吧？那你这两个交换这个打，所以为什么这一下不能打呢？就打完以后下成这个棋形呢，可能会亏损。哦，确实。嗯。那这个地方不要轻易的去打啊，要就是简单的在脚上处理。嗯 嗯，可能会形成白棋搬，然后呢黑白棋在打拔的这个局面，就可能最后形成的呢，就是说黑棋把这个脚吃掉，然后白棋形成外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局面。如果黑棋选择这个搬的话，对，那当然这里面其中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简明的、嗯、这个我想对于围棋爱好者对更容易记哈、啊、对，因为这个扳确实还是后面的变化非常多，对，嗯，这样就非常简明力，这个比较简明。 嗯，断贴，对，这个对于白棋来讲就是说脚上、嗯、吃掉了，然后但是黑棋外围并不是特别的厚实，对，嗯，就是白棋先到了实地，但是呢外面的这个地方呢看形成白棋这个几个断开的这个子处理的怎么样很重要、嗯、这样呢就是看以后的这个战斗会怎么样。 嗯，这也是这个一中推荐的这个简明下法嘛，这个黑棋比较虽然说是简明，接一个只是相对来说比较简明，这里面脚上的变化没那么复杂，嗯，但这个断出来的这个地方其实还是就是中盘战斗其实还是很乱的、嗯、对对对、嗯、所以他这个飞了一个、嗯、对，嗯，然后拆一个，这都是双方都是嗯都没问题，然后白棋贴过来、这个、贴过来 嗯，就是后续的这个战斗还要看这个棋手的真正的实力、嗯、对，挑一个、嗯、对，然后他这个好像后是拐一个防这个黑棋冲断。 嗯，这时候呢黑棋退呢也有可以也可以走这边的下法，你打我看清这个子我就从外面夹住，对，这个手脚我还是比较喜欢、嗯、因为比较实惠，对，然后中间就把它看清了，对，这个地方你如果作战不怕的话、哦、黑棋不怕这个冲断的话、嗯、我是可以考虑先脱先。 嗯，长了一个，对，嗯，然后这个点呢也是这个对值得学习的好棋，对，这个定型以后的这个白棋的一个后续手段，对，嗯，他希望你虎一个呢，那我再拆边，对，这是白棋希望看到的一个参考图。嗯，然后黑棋呢这时候反击让你心，反击呢是防这个白棋断，这样有这个子以后呢断的话呢可以黑棋可以跳这个了，你长它可以爬过了。嗯，那这个时候、嗯、因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断呢，所以这个地方二路有些先手，所以呢白棋呢打入，对，这个地方这也是局部白棋、嗯、正常的这种下法了，在这边利用这些味道、嗯、黑棋这个、嗯、这种压什么的都有点
对，鸭你是两边都没有走着，你断也没防住，这个脚也没防住。是。鸭，而且我即便就算顶过你，可能也很难。就是黑棋有可能会落空。对，而且我挖了这点角。那实战呢，杨领先就把这个断。他防这个断，他是。对。然后李轩豪是立了一个，对，还是在看这个断啊、然后黑棋现在是不是挡了一下？对，挡了一下，是防止被白棋拐过。交换之后就没有拐了。然后搬一个，然后补棋，这时候断啊。就是这时候杨鼎新这盘棋出现了第一个一些小的失误，他这个跳夹呢，可能不如这个拐吃这样的厚。对，因为拐吃同样你打我还是接，你踢我藏在这，并不怕。但是这个跳呢，将来呢，这个打完以后留下了一个这个冲的借用，应该说李轩豪这个实战的这个飞是不好棋。我现在来回过头来看，因为飞的话呢，你没有办法爬这个，你爬的话，我们就直接动手了，就直接动手很严重，冲了，这个白棋就可以直接冲了，多了这个子以后呢。这个断就变得非常严厉了。对，刚才我们摆这个作战呢，好像是白棋有力，白棋有力了。所以实战杨鼎新呢，他可能只能选择了非常冷静的接住，这很无奈。我们看，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很无奈的一接。然后下到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呢，李轩豪呢，虽然这时候贴下来的时候呢，李轩豪应该说这个棋局面还是打开了。对，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贴也可以考虑拖这个往脚上转，效率更高。对，你冲我拐我搬，把这个转到脚上去，获取一些实地也是可行的。实战贴是，然后白棋贴，这时候黑棋只好活脚了，委屈的活脚。对，黑棋这时候应该说是战略意图失败了，黑棋。但是从这时候开始呢，李轩豪呢下了一些，就是下的有些松了。我们刚才说他实战这个尖还是有松，应该拐在这，拐在这呢，将来这个虎了力在一尖这个地方眼型非常的丰富。对，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白棋下的有一点松。对啊，白棋给了这个杨鼎新反击的机会了。加，然后尖在这。尤其现在这手棋，对，这时候他这个跳呢，可能最自身的气跟这个飞进来有关系。对，可能他还不如这个挤在这，可能黑棋也得打，黑棋也得做活，那样再断一个，这样定型的话呢，可能白棋还是依然好下，有一些好下。但从这时候开始呢，李轩豪呢这个跳开始呢被贴，从这个尖开始吧，这尖跳接连下了几步。不太好的棋，一下导致了棋上有存在严重的缺陷了。对，然后呢，这步飞呢，可能也应该挤在这，先以静制动，因为飞后来呢，这个局部呢被白棋黑棋尖呢，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对，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交换了。肯定是想挡嘛，但是被搬过来的话呢，对，这个棋呢。很难办，这个、对，没想到这个有个棋，对，他现在不能接了，主要是接被黑棋挤，一靠，这一断，对，一吃我再一吃，局部就一口气被吃掉。所以当时这时候为什么说这个地方跳不如挤在这的原因，就是因为跟这边飞进来跟这个气有关系。对，这脚步从此呢就开始了大型的这种对杀，对杀就开始了，好尖。对，这时候他不能挡，他只能立，那就已经差很多了。就是我说刚才飞之前可能是自己冷静的挤一个，那样大概黑棋只能补角，白棋再搬过来，那样形势依然是白棋不错。对，现在呢这个地方飞的时候呢被黑棋冲了，这地方等于是还是想这个杨鼎新啊更年轻更敏锐一些，对这个马上就抓住了这个黑白棋的这种失误，实战下到这时候的时候呢，被黑棋跳过来的时候呢，一下就是整个形势发生了逆转。白棋已经很苦了，就是说感觉这里面即使死掉的话，对，死掉的话黑棋也可以下，而且这里面至少是个打劫。对，
所以这个形势被跳过来的时候一下就急转直下，他只能走这个，只能杀。对，这个也是局部的这个杀棋手筋啊，这个局部就变成了打劫啊。黑棋是先尖了一下，黑棋先尖啊，对，黑棋尖的时候手筋，白棋也不能并，并的话呢被黑棋做断完一档，做了一个大眼，大概有十口气，你这棋杀不过，白棋没有办法，只能紧进来，紧在这儿啊。这时候黑棋挡了一个自己，对，自己挡了一下，他可能也是防眼位跟劫财。对，然后挡的时候白棋是在这个地方，我看看，挡白棋是白棋打吃，白棋打吃，对，然后黑棋扑进来，直接扑劫了，接住，然后呢杨鼎新呢这时候呢就是 一门心思了，已经开始要杀这个白棋利用这个劫，对，双方是在这个地方就展开了非常激烈的结争了。提，这时候杨鼎新其实对，其实杨鼎新有一个简明的下法，这个不打劫是吗？刚才那个一中讲到的这个对，他简明的就在这尖也是非常简明的。这样你不能接，你接我断完打完，你气还是不够，你只能拐这个，然后我跟你打劫。对，黑棋有两门现成的劫材，白棋找几个损劫以后，我即便这个劫输了，我在这边飞了飞，这个白棋黑棋也是形势一片大好，所以这时候杨鼎新失去一个简明的，他当时还是去提劫，对，还是非常看重这个劫的，那给了白棋这个搅乱局势的机会了，对对，尖，然后接住了，尖，对。提劫，对，双方、就是、他这时候当时已经打，已经找过劫了，对，这是，然后他又扑了一个找劫，提过来，白棋冲，对，这个时候黑棋挡上，提劫，这时候白棋现在实在是挤了一个，对，黑棋，实际上黑棋虎一个也非常简明，可能这样白棋即便接住呢，可能快一气的。黑棋呢这样飞过来呢，那形势也是大优，因为这个地方就我刚才数了19目，30多目，黑棋全盘有30多目，但这边将来如果逼过来利用这道后势的话呢，黑棋还是大优，所以呢他挤呢，这时候呢李轩豪呢制造混乱，对，打一个然后提，给了白棋这个更多的这个机会了，这个时候白棋是找劫财了，白棋好像我打提，白棋是挖了一个劫子，白棋挤了一个虎，对，这两手交换好像也比较损，提劫然后接住，然后黑棋虎，然后继续提劫，对，然后这时候他想挖一个，想还是继续打这个劫吧，然后杨鼎新呢这时候挖呢，其实正常他顶一个是能活的，但这样活的话呢他可能形势不太好，局势不利啊，所以他走来这，结果呢遭到了杨鼎新这个打进来，痛下杀手，打进来以后这块棋就做活的后路就没有了，那其实这个白棋还是正常，那形势差太多了，他可能觉得肯定是如果做活被黑棋冲到这，所以他想拼搏一下，就是太乱了，这个局势，就是四块棋在扭杀在一起了，然后扑一个提劫，然后他又长的，现在扑完以后呢，这个棋呢，他后面提的时候呢，这个杨鼎新可以打在这，他已经算清楚了这边气，这已经杀不过了，对，所以呢，现在白棋呢只能。跟这块黑棋杀了，打，长，爬，那其实现在白棋也是有一点机会在这儿跟黑棋去，对，黑棋白棋去争去杀这个，对，他只能杀这几个了，因为我们实战看拐完以后被靠出来，这边已经封不住了，他只能所以他实战只能转而又跟这杀这五个子。对，
肩在这儿。嗯，后面杨领星呢，他紧在这，这个、嗯，也是对这边跑也是，嗯，非常准啊。跑也跟这个逃跑有关系，对不对？啊，接住，然后黑棋打出来，对。对，我们又回顾了一下这盘棋的精彩之处哈。对，应该主要其实这盘棋的关键原因啊，还是李轩豪这个地方这几步尖没定型，没定型好，被黑棋跳过来以后，这棋一直就是苦战。对，虽然中间可能有一度有机会让这个棋变得更加的激烈一点嘛，但是一直来说呢，还是这个杨鼎新主导的局势。对，这个看他拐这个，白棋还是一直处于比较苦战的，这样的情况。拐这个呢，他没办法，他也只有紧住气。对，然后后来他可能这地方已经打着了。黑棋整体来说还是计算非常准确。对，最后在这个局部呢，我们看他也是搬完以后这一段。对，在这一段长一口气。断斩以后呢，他从这边一挤。对，让这个白棋这不入气。对，这边不入气以后呢，这块棋跟黑棋这块棋对杀的时候呢，黑棋现在变得长一口气。对，我们刚才也介绍过。最后呢，李轩豪也没有办法，他只能跑到又来杀这块。因为他这个现在我们刚才说了，跟这个题有关系。但是杨鼎新还是依然计算的非常的。对，但是你提完以后呢，这个地方我可以多紧你一口气，这个地方变成了白棋只有一二三四口气了。所以呢，最后没办法，因为必须得白棋得贴着这个气。对，那杨鼎新应该是算都算清楚了，往一冲，然后这个地方再一长。对，最后呢，这个地方呢，黑棋这块棋跟白棋这块棋杀气呢也快一气。对，非常精彩的一盘棋啊。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杨鼎新在四月份啊，在同里来挑战现在的连校九段连校九段天元持有者啊。我们期待更精彩的棋局献给您。好，这盘棋为您介绍到这里。好，谢谢大家收看。